据史料记载，西递村形成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中国的唐朝末年，即公元904年。大唐王朝正因宦官专权，各地藩镇割据，使得这个世界上曾经最强盛帝国逐渐走向了没落。唐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唐昭宗李晔，为了避免被朱温斩草除根，不得不把皇子交给奶娘，并让他改姓，随奶娘一个姓胡的丈夫姓，取名为胡昌义。从此皇子流落民间，胡昌义也就成为了西递胡氏家族的始祖。到了公元1047年，北宋皇佑年间，胡氏家族中有一个叫胡世良的，由婺源去金陵的途中，路经西递这个地方，胡世良被这里的山形、水势和茂林修竹所深深吸引，于是萌发了在西递置地建宅立院的想法。次年，胡世良便举家迁到了西递居住，从此开启了胡氏家族在西递村近千年的繁衍生息历史。无意间，也是西递与宏村成为了中国古代影响力最大的商派之一的徽商的发祥地之一。徽商曾一度称雄中国商界300多年，以至于历史上就有无徽不成镇这么一说。正因为如此，西递与宏村许多民居中都会有商字门，进门的上方雕刻了商字形状，这样每个从门下经过的人都不得不对商低头。因为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就有按士农工商这种以阶层排定地位的传统，这也是明清时期西递与宏村人有意识地把经商地位从最后一位提高到第二位的具体体现。远观西递与宏村，村落黑白相间，在群山的映衬下耀眼夺目。高高的马头墙，粉墙黛瓦，大墙上大都在高处开着为数不多的小小窗户。这样的高墙深院，目的是用来防盗防火，另外还有可能是用来防止红杏出墙的。传说徽州男子在外出经商之前，父母大都要给他们完婚，新婚不久丈夫就要远走他乡，男人们在外打拼10年8载难得回家一次，而家中的妇女们的行为就要受到严格的限制。于是当地就有一世夫妻3年半、10年夫妻9年空的俗语，家的安全从而也就成为了徽商们在外打拼得到心灵慰藉的精神支柱。回首西递建村的过程，犹如现实版的桃花源记。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在西递带着各种寓意的建筑比比皆是，如东园大门口的门罩上方有扇形石窗，扇与扇谐音，寓意抬头见扇。院墙上有秋叶窗，蕴含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屋门雕有冰花，寓意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雕有蝙蝠，寓意无福临门。相对的房门仅10步之遥，寓意是只有经过10年寒窗苦读，才能五福临门。西递人借助这些建筑装饰，表达着内心对美好生活的理解和期盼。天井
是徽派建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老的风水文献《象宅经纂》中这样描述：横阔一丈，则直长四五尺，乃已也；甚至五六寸，而又洁净，乃已也。这一段话讲的就是在建宅时，天井要相对狭小，太阔会散气，而下雨时，雨水会从四面屋顶流入天井。这种四水归堂的心灵诉求，体现了中国风水文化的理念。因为水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代表了财富，形象地反映了当时徽商“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心态。更不难看出，西地村有着浓郁的营商气息。这里是西地村的追木堂，它的主人是号称拥有七条半街店铺、36典当资产的胡冠三。胡冠三在乾隆年间靠经营粮食成为江南六富之一。他经商数十年，毕生讲究商德和修养，赚来的钱多用于兴文重教、乐善好施和置田盖房。因为对于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徽商们来说，富贵之后荣归故里，用一生在外打拼积聚而来的血汗钱，在自己的家乡修建宅院，变成了他们光宗耀祖的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数年间积聚了巨额财富的徽商们，无一例外地将大量资金投入到了自家宅院的建造中。仅一村之隔的宏村也是盛产富豪的地方，清朝大盐商汪定贵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旧居承志堂堪称徽派建筑的典范之作。在胡冠三和汪定贵这样的富商带动下，一时间四方能工巧匠云集西地宏村。他们选用上好的石头木材，在精雕细刻上下功夫，于是就有了惟妙惟肖、细致入微的徽派建筑三绝：砖雕、木雕、石雕。石雕常常刻有飘忽的祥云、冉冉上升的旭日，木雕所展示的则是中国民间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典故。西地与宏村人历来重视对孩子的文化教育，宏村的南湖古书院依稀还能听到曾经的朗朗诵读之声，而各家所挂的楹联更是在告诉人们，天下第一等好事便是读书。读书好，营商好，孝好便好，创业难，收成难，知难不难。建于公元1644年康熙三年的大夫第门楣之上嵌了一块做退一步想五个大字的石雕题额，仅有寥寥数字，但含义在于训诫后人要做到退一步海阔天空，让三分心平气和。这里的每一副楹联、每一处题额，就像一堂课，从不同层面讲述了西地村的徽商们为人处事、待人接物的行为准则，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抱负。这些保存完好的楹联不仅记录着历史，也沿袭着徽州人的风骨。中国的徽派古村落大都依山傍水而筑，与大自然有着密不可分的依存关系。据中国古代风水著作《阳宅实书》记载，
反宅左有流水，谓之青龙；右有长道，谓之白虎；前有汉池，谓之朱雀；后有丘陵，谓之玄武。此为最贵之地。意思是说，如果一个地方左侧有源源不断的流水，右侧有着平坦的大道，前面有供生活使用的排放用水，后面有着起伏的山丘，这一定是最为难得的宜居之地。洪村是汪姓家族聚居之地，从山上往下看，宛若一头斜卧山前溪边的青牛。洪村背对雷岗山，面对水流的地势，就是负阴抱阳的绝佳位置。因为在中国风水理念中，水代表阴，山代表阳，符合了风水中关于住宅选址的理想标准。洪村缠绕全村的水渠，始建于公元1411年，被称为牛肠的水系从一家一户门前流过，村民家家门前有清泉。牛肠流入村中的牛胃月塘，月塘作为一个天然的过滤器，将已经略显浑浊的溪水汇聚于此。溪水中的浑浊物通过自然沉淀月沼湖底，过滤后的溪水又变得清澈见底。溪水通过月塘出口继续绕屋穿户，流向村外被称为牛渡的南湖，再次过滤后汇入河流。这种九曲十弯绕家穿户的村落水系设计，不仅为村民提供了生产生活用水、消防用水，而且调节了洪村的气温和环境，被认为是实用与美学相结合的水利工程典范。村在井中，井在屋中。无论是村落布局还是民居设计，溪地与洪村渗透出的是一种人与自然互通共生的和谐，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2000年，溪地村与洪村同时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次把民居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如今，这些民居默默地伫立在青山绿水的怀抱中，游人沉浸于村落的宁静，似乎已忘了来时的路。